这次走多宽呢？设备？什么？它这个设备多少？12米来着？最大顶了才12米，它现在产了10米的。是吧？这个设备不大。这设备很小，对你们来说不是问题是吧？哈哈。啊？20年前就不是问题。啊？很成熟的一个产品。听说的。很成熟的一个产品。啊，哎，不是很大吧？不是很大。看起来跟我们展示一下。那是刚改造了，应该是。啊？刚改造过。到这边，到这边，到这个另外一个车间里面，好吧？好。